我频繁地记录着，因为觉得生活很值得。从中生代侏罗纪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大峡谷，手机拍不出它的神奇壮美。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尝鲜，有了另一半以后更大胆地想去冒险。请你高歌一曲。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肉体的无有实意，可以洞彻生命的不可依靠。从谷顶下到谷底，穿过狭窄的一线天，爬上云梯，这里真实自然，苍凉俊秀，几乎没有人工的痕迹。一个人的旅行还未终止，两个人才刚刚开始一起出发。